冰子的不错哦，跟我的手镯差不多。怎么卖？这个料子好，8000。8000？大哥，你以为这料子是不是你闺女哦？开彩礼也开不了那么高哦，真的是，才8000。便宜漏了嘛？你看多少？1000。对呀，2000都没出的。我知道你是亏的，那烟退一步2000了，2000可以亏吗？卖不了。你这边纸还很多裂嘞，可以漏一点是吧？可以了，哥。那我真的最低了，2500了，我也不跟你磨了。你看一下你这边，肤色那么薄，切完只剩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卖不了。行啦，我那么真心实意想要的，3000行吗？行不行？给你开个4。 看到了，姐，我是看到了纸，捡到大漏了，宝宝们，下次有这种话记得联系我哦，我也要来。谢谢大哥，祝你大卖哦。腰子已经带回来了，要我们看一下粉丝秀秀吧。一位来自天津的粉丝私信我，希望你好，我媳妇是开美容院的，最近跟媳妇闹了点小矛盾，她呢是非常喜欢穿旗袍，也很喜欢翡翠，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中水好点的挂件送给她，预算在3500左右，谢谢。跟大哥沟通过后呢，决定设计一款仿古龙牌，祝愿佩戴之人生意兴隆，家庭幸福。 冰子的仿古龙牌已经做好了，使用了双面雕工，我还给粉丝做了一个铜料顶珠，使其更加具有古香古色的韵味。3000买的料子做了2个牌子，这个就加100公克，1600给粉丝吧。来，让我们看一下细节。喜欢就点个关注吧。